哎，你们真的超有心的。有，我特地请他打的。真的有哎。哎，你们给我送礼物。真的，谢谢。要穿哦。现在马上。现在穿一点，我现在马上。现在马上放上去。不行啊，这个我一定要回去才能穿很好。上次那个超小，真的太小，上次那个好小件，哈哈。去厕所穿很快。哇，海贼王的哎 ，XL 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手机要上次，上次听到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说一下？我有点惊喜。我想说，他们刚一直说。我知道你们要干嘛，你刚一直说。就蛮奇怪。对，你们是有的，我是不在这边。还是骗我们两个，然后去参加研讨。他们有没有参加研讨会啊？真的假的？他说你们为什么？然后我让你说没关系啊，不要亏一下没有关系。我每家太仔细了。然后他刚刚弯下来问我说我们去哪，我说南坛。对。哎，真的好有心哦。超有心。为什么25啊？明明叫23哎。因为我们去拿蛋糕，然后那个蛋糕店老板说你要多少？我说25。为什么？我们叫23。难怪我说怎么会有生日，我现在还挑两个小象哦，很棒哦，你看啊，我们两个，对，真的，哎，还有怎么这样？什么是象啊？对，我什么是象啊？兄弟象。好歹一个统一师吧，没有师这种东西，只有象，没有师，一只象一只师好吗？象师好。这个是用剪的吗？还是本来就有篮球的？本来就是这样。没有那个画的，对啦。哇，你们好有心哦。对，你是冲浪板。难怪你们两个上次那么一直积极的打电话要约，那时候说。就是礼拜一吧，我们那时候在戏班，其实在写。对。念有时候就说你们一定想要表我，他说你们那天生日那天应该不肯约我们，应该很轻飘处理一下。而且你刚才说什么生日什么的，然后我马上讲哪有生日，对，开玩笑，没有讲，什么生日没有讲吗？那么多他跟我说你生日，那可能是他们根本没有寄放过阿姨很久。而且你我一开始到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你的车在外面。对，还好，
要早来。因为我刚刚有那个小西游 Michael 自己骑车去哦。对，他是红皮刀的，没有给 Rocker 哇，好可惜啊。好，你要讲什么吧？我要讲的是，谢谢你们之前就生日的时候也帮我办过，对，所以现在是整理。没有没有，就想说，因为你们的生日都在暑假，然后想说好朋友，想说帮你们先庆祝。哇，好感动的，来来来。好，我要祝 Roger 还有 Michael 生日快乐。你怎么跟这些讲？我觉得我非常感激是 Michael 和 Roger，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出去玩，很开心，对啊，然后祝你们生日快乐，爱心又来又爱心了，哎，讲一下，讲一下，又来来的爱心，对啊，哎，我这完全不没有感觉，对啊，完全，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不会有人帮我办的，完全不知道哎，我当然知道你们想要干嘛，因为我知道顺便要表我，我是不知道你要表我什么，表我，你们是表我，对，因为你们是没有猜到什么生日这个吗？啊。我以为你们知道，因为刚有人是讲生日，什么生日，对对对，就是生日什么的。对，我后来也有想说是不是要提早庆生，然后想说他应该也会知道。然后你们刚走出去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说你们去那么久，那应该可能就是了。然后是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而已。我以为你那么聪明，都是大概我们要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说反正进去就只想跟你们，就是拿给他老鼠。送东西给他，没想到你们对对啊，要先送的。我都先送给他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有哇，送海贼王的衣服哎。对啊，好啦，谢谢你们哦。小曲，谢谢你哦。还有还有 ，Niki， 谢谢你啊 ，Niki， 谢谢。好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可以把生日的话打在 Word 档，然后我再把它剪下。哦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感动哦，快要哭了。为什么你的写满两页？我不知道哎。为什么我的这页没东西？有啊，字的大小。字的大小。对啊对啊。明明就没有。你干嘛吃醋啊？人家前面的塞比较少。对啊，塞前面太小了。你看，都满的。不要吃醋啊，有得拿就好了。对啊，好你要黑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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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票之后就走。对啊，我也没有黑票，你有黑票，你有害到你了。对啊，因为你在手上也有 Hank 的签对。那你可以拿 Roger 出来写，我又不会知道。不行啊，就是你们要一起办的。对啊，谢谢。我死不走哎，再见。好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不要吃醋了，拜拜。